第四日我哋就去咗西环嘅新兴食家食早餐，咁其他嘢食我就觉得麻麻地啦，但系最必食嘅嘢咧就一定系流沙包啦。流沙包系咪好食啊？打包咗几多个啊？六个。啱啱咧，我哋去新兴食家，哇，好冻，食咗佢哋嘅早餐咯。跟住因为上网睇佢嗰间嘢系好食嘅，但系超多人，跟住地方又细，所以咧系。而家要去西环永鹏，我喺 Instagram 系好多人喺嗰度影相噶啦。去西环永鹏绝对系因为为咗影 IG 相而去咯，但系嗰日就阴阴地天，跟住又好冻，所以就真系影唔到咩靓相。如果你系真系好中意影相嘅朋友仔咧，就可以顺便去下佢哋西环嘅货柜码头，好近噶咋，可以行路去噶。终于忍唔住去买嘢饮咯 ，Starbucks 好贵啊！咁揸住行咧，就比较温暖少少，就冇头先咁冻。依家我哋要去买山顶嘅缆车，等阵要坐去山顶睇夜景。是专门设计货有手的，我们左手呢，他左手是拎不到的，一栏他们是会给你们自己揀回你们的口味咯。咦，我笔用不到啊，我笔用不到啊，一栏呢他们就是一个一个位的，那就给你隔开，如果是你是一个人自己一个人来的话呢，就不会尴尬了，香港你很多時候都是會要搭台的，咁嚟到一欄你是自己一個座位，之後咧我喺呢度點餐，啲嘢攞曬嚟之後咧，佢就會將個鏈拉落嚟。飲下湯先，好飲。喺一欄好食到咧，連湯都飲曬咯。係呢個又係飲曬。这个又是喝完这个差不多了，我的很干净，这个又是喝完他们的厕所，那个坐上的马桶其实是乱的，觉得不想得走啊，是啊，我坐到我都不想走啊，看看多少人，如果你们要吃一栏的话呢，最好就是不要在吃饭时间吃，最好是五点几啊、三点几、四点这样，你是正餐时间来排的话一定超多人，我们昨天还是前天我们来过都是一样排很多很多人，今天我们刚刚是五点半来到，我们排差不多10到15分钟就吃得了。坐緊車去山頂，跟住你睇下幾多人。到咗山頂啦，跟住咧山頂呢度，我覺得好似係更丁咁嘅地方咯，因為一上到嚟佢就有一個商場，就賣嗰啲比較 branded 嘅嘢咧。山頂一定勁凍咯。现在要出去了，什么我想死啊，你看你拍什么，不老什么事啊，What the fuck is this？ 戴帽咯，黐线啊！喂呀，睇咩啊？乜都冇啊！系，好失望啊！睇下大家嘅反应啊！哇！又可以睇到嘢，睇到少少咯。君庆，你伸个头出去啊！我影，我影，周边。你。我冇，我录紧影喎。我哋今日咧，本来咧系要睇好靓嘅夜景啊，但系咧，哇，
大霧城咁啦，跟住今日係冇落雨啊，哦，好凍啊，聽凍到我手都啊，將我頭伸出去啊！你伸晒啊，伸晒啊！你伸晒成个出嚟，一个头发掉出嚟。好冻啊！诶，我哋三个一齐学啊！快啲过嚟，有啊！一、二、三，喂，影唔到嘅。好似又系。冻到我手僵晒，非常之失望。想下难受，今日未入公道咧，要喺室外排队坐缆车。我哋喺呢个九度咁冻嘅天气咧，食紧又食紧富豪雪糕。希望食到咁多，我会变富豪啊！如果唔系真系嘥晒。哇，好靓啊后边，但系。我覺得其實挺好吃的，好吃過我們之前 McDonald 那些Vanilla Ice Cream 咯。在這戀愛的信徒再一次失去愛神，要問一次要被遺下在半途。你們看原來今天的霧江嚴重耶，就是連最頂上最頂上那邊都看不是很清楚。哎，我們不應該今天去山頂了，浪費了90塊的港幣。欸，我不是應該說廣東話的嗎？大家呢就不要好像我那麼笨，咗$90去买一个套票咯。咁呢次我哋系卖套票嘅，即系 pick tram 啦，加上个官网台嘅飞。咁如果大家系想要悭钱嘅话咧，可以只系卖佢哋嘅车飞。咁上到去咧，你有另外一个地方都一样可以睇到夜景嘅。咁地方我就唔系好知啦，大家可能要上网做多啲 research 啦。嚟睇下呢个，我即系话远远睇过嚟咧，我谂住做咩咁多人喺度排紧队嘅？我心谂过嚟拍一下啦，原来咧。原来咧系呢啲石头嚟嘅。依家咧，我哋去紧星光大道，就系嗰啲好多手指印嘅嗰、那个，好多明星嘅手指印嗰、那个。当你觉得你嘅生活咧已经差到唔得再差咧，佢会比你更差噶。我哋行咗咁长嘅路，差唔多要20分钟嚟到星光大道咧，佢同我讲封闭咗，你真系觉得？想死，系咯，真系好食啊！今日有食麦当娜嘅呢个龙虾汤，劲好食，好好食，好中意。啱啱我细佬咧喺电车上边瞓到不省人事，跟住睇下佢做咗啲咩嚟。佢口水咧滴到好似滴尿咁咯，哇，几大滴啊！我有个面膜走晒位啊，笑到我面膜走晒位。哇，好恐怖啊！呢个面膜，佢眼咧，我唔知啊。哎呀，好入啊！你睇我系已经，我已经冻到咧，喺度贴一个暖包喺脚板，仲有两个手揸住个暖包先得瞓觉。落雨喎，冇大遮喎。我放落 YouTube 噶。你识唔识个丑点写啊？点解你唔识打筷子嘅？